这个身高太高了。我小时候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，吃的东西没有什么营养，导致我走不动。有毛病说敢不敢？敢啊。OK。没有绿。遇到的货品很自信，果然真的没有毛病。它全都是冰飘拿花的，花色飘得非常灵动，而且它是有种水的。姐姐们，口脸很大，很饱满。哇！全部卖多少钱了？8000吧。竞技标来快点。8000。我现金给张雷，全部一起1000块钱，行的话开张，不行就算了。姐姐。不行。啊？那你要卖多少？你好，怎么这个医生都不？我好好给了你，又不卖我，那我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医生快卖。对不对？我给价，是证明我喜欢他，有的连价格都不给。对不对？这个我自己的，没有没有，不，你卖我就跟你说，你不卖我就走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200一克，全部1000块钱，1克200。这边可以一个2000块，这个东西。你拿去卖2000的老板好不好？你能卖2000，你还在我这里卖几卖这么多？200多号呀，这个200多号呀。这个200多行吗？这个不要，这四个要，这个零号的。行吗？那就800块钱这里就，不行就算了。等一下，你拉走了我就不要来了啊！可以，行不行？你们急个毛线啊！你们急，等一下了，你不要着急了。啊，痛不痛？痛。痛就等一下，老实一点，听话一点。姐姐，我开的一个。妈，你又来了，行吗？不行，对。啊？我的本身都没有。行吗？全部1000块。本身都养了这个。那不要这一颗，那就要这2颗，900块钱。1000。卖不了。1、2、3。确定不卖？等一下我看后面的就不要拿过来了。真的不卖。1、2、3、4、5。我卖不了。我卖了你不好嘞，朋友。我信姐姐。我帮你多多帮你卖了你都不好嘞，瞎标嘞，你老你包死你，欧那么高干嘛瞎标嘞？盯着这个。你价格你又不卖给我干嘛啊？盯着这个。你留着干嘛？你留着干嘛？你拿去卖给2000的老板，我你拿去卖，你拿去卖，你拿去。本多多我卖给你啊。我给你本钱多少？本钱多少钱？你告诉我。我的本身啊，本身1800、2000，对不对？1500，定掉1500，我的本身。我买嘞。我2500多块。啊？2500。2500，那这样子，你看看卖不卖？5克啊，5克1200，行吗？定掉我的本身1500。4克1200。来来。行不行？不行就算了。再见了。等一下再拿过来我就不要了，你只懂500卖不卖，不卖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你不懂，你不懂我。信不信？要不要？是不是？你只知道钱没有赚够，都不懂。钱赚够懂你，我喜欢你嘞。在手上那个干什么？过来嘛。对。什么凶啊？你凶你妹啊！我开的一个吧。我妈嘞，下标嘞，等一下嘛，你不要着急嘛，你急啥？我那么小，你还欺负我，你老你不好使啊！你下标了，你真的是脑力不好使的。我是，你看到这里来，知道吗？我你妹妹来，我妈嘞，你我叫哥哥，我是你妹妹嘞。多少钱？8000。卖价呢？6800。白色还不还？白色，这白色的不是白色的，就是这个。600。700。800。来说说。加一点吗？800。好，给价吧，姐姐，开单一个。哎呀，你给老娘滚蛋！你骂就骂，你骂你这边。你想把我的本金收走？我说了1200，好不？1000。刚刚跟你说的是多少钱？1200，不卖回家睡觉，不卖回家睡觉。给我干干，姐姐。妈的，你下标了，你拿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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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哦妈嘞，下票嘞！你刚刚不卖，你看现在又拿过来卖，卖你毛线嘛？亏本了500块这个。亏本了500块钱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脑你不好使嘞，500。全部1200啊！哦妈，你过来。你过来。你卖不卖？卖。刚刚给他1000不卖，现在又拿过来卖了。给我看，你等一下嘛，你急个毛线啊！今天主演的人都是毛线吗？你看，全部都是，很饱满。姐姐们，其实这个的话可以卖到800一克的，都是完全不过分的。他们也在飘花，1200，你们算一下打包的价格，平均一颗打多少钱？我不知道多少钱。有时候他们这样子就是在为了拉价，知道吗？谢谢。哎呀，你不要吵了，烦死了。来，刚刚那个女的，对，我在嘛，6000嘛，加多少？你说呀，加多少啊？6000啊，
我给你八百，然后你说加一点，然后你加六千块钱，加那么多吗？你给。我给了呀，你不卖呀？你要不要买？你加一点还加。哎呀，你大爷的！我卖没得。我问你卖不卖？卖卖。卖不卖？卖。卖啊！卖卖。多少钱卖？八百卖。哎呀，刚刚说加一点，来加了一点了，够不够？不够。两点，真是的，老你不好使的嘞，八百这一条，我妈嘞，下次都买嘞，真的是嘞，这一条八百块钱，上面的话是飘的金丝绿花，种水非常好，它是满青胶底的，很好看，这条八百块钱，有种水啊，干净，完美，这个朋友好嘞，这还有一个，来，等一下我阿妹，不要叫我姐姐，我有他们老吗？哎，阿妹嘞，小妹妹，小妹妹，哎，咖啡干一下，小妹妹干一下，这边来。我来了，姐姐，我来了，在这边我来了，看一下东西。来，妹妹，还有一个看见了。